是用来创造新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亲近印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主持莲合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即个禅林宝训第108集。即即个训题安尼讲，行道为人嘛，不属虚名。迄意思就是讲，修行圣道作为自己的责任，啊，毋是干贪求即个名声虚名。即训文来讲，良缘福。中道之志啊，乃道德之气，先行建庄林，定纪纲，立名位，选择有道德立主，名之外中道者，彰显其道德，非故且是名也。著名禅师上愿，以其修道乐事苦好，不若行道领众于庄林，岂非禅修中乐之节者？这佛祖之道德尊矣。这古文较深哈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黄良南禅师啦，安尼讲，讲主持长老的职位，伊咧讲的长老就是主持啦，方丈啊，是佛法佛教中道德的法器，就是佛教中道德的代表。领导人发起就是人才啦，啊！先生就是指马祖，讲马祖禅师建庄林嘛，啊，伊个弟子呢，北重禅师入清规啦。马祖建庄林安顿时常修行，啊，人侪带做伙吼。
都爱入迄个清规死规，所以别重禅师入清规啦。清规就是现在一般会是诶死规啦，哈，死规诶最早。最早的时规，拢根据遐来。定下纪律大纲，就是讲大家爱团体爱守团体的规矩，守出家人的规矩。那大的就是佛祖者的戒律，啊，那即个小的就是佛寺的清规。啊，所以。建宗林啊，立这个主持的位，这个名，这个位，一间寺不管大经小经，拢有主持。啊，较大经的宗林嘛，就方丈了。爱选择有道德，所谓有道德，就是讲有德行，啊有迄个福德的人。一面家己有德行、修智慧，啊，一面阁有福德，会当教化他人、度他、利他，这个福德，这款立主出家人呢，来做主持，领导大家学佛修行。所以名称称作主持长老。那即马有当咧讲长老是无一定主持，就是迄老资格，受戒几十冬，啊，佫只要德望的，拢还会使称作长老啦。较早伊长老就是主遐只遐主持方丈，啊来弘扬、来传授佛法、传授迄个道德，教人安怎修道，安怎修德行。所以这主持位啊，不是干那挂一个虚名，哦，感觉才有民主才公营啊。像我这个主持呢，其实我讲我就是做佛祖的佛家奴啦，做佛祖的奴隶啊，啊，是为大众服务啦，无所谓落公营啊。时常唔肯做，捡起来做，所以是佛师、佛祖的奴隶啦，替佛祖做奴隶啊，替大众做奴隶。善师就是这个黄良南，善师的师父啦，已经往生啊，做善师啦，啊，做著名善师。伊捌阿咱讲，假使呐一个修行人吼，敢若家己吼坚守迄个戒律道行，啊，住伫深山那内，家己自修，独善其身啦，啊，怎样当面修甲老师，甲老师伫个山林，坑好就是迄、那个。深坑啊啦，沟啊内呢，不如吼，出来迄大丛林来做主持，领导迄初学个出家众呢，来修行圣道啦。啊，当然呢，岂不是？一面。善于修到主持长老的职位，啊，佮辅助的这个佛法道德，啊，当长存不灭啦，啊。这回，我含这个新田长老去印度朝拜遐辅助圣地，出生的圣道来说法六幺万。最后涅槃，拢去甲朝拜，啊！所以咱做佛弟子，爱惜佛慧命，唔通哦佛法断去，
韩儒就安尼讲：道之所存啊，书之所存啊。讲有迄个名书的所在，啊，就是有道的所在。这个道呢，那佛教讲圣道佛法，就是爱靠这个名书来或者弘扬来主持，特别断去断绝去。涅槃经就安尼讲：善知识者，言如法说，如说行之人也。佛教名师拢称为做善知识。这个善知识呢，然后照文字来解说，善就是好的，知就是讲少知影、少捌，识就是少认识的。这个小万的这个好的书友，拢叫做善知识。有的是同辈的好朋友啦，啊，有的是顶辈的师长，拢叫做善知识啊。讲所谓善知识啊，就是伊所开嘴所讲的，拢照佛法，无家己自己胡白讲偏差去。啊，伊个照。即、这个佛所讲的佛法，佮去修行，即就是善知识，毋是假嘴讲，能说不能行，戒而行啦。华严经安讲，菩萨因善知识啊，闻一切菩萨行，就是成就一切菩萨之功德。行菩萨道的菩萨，拢是靠着善知识安尼个引导、个开示、个教，都会当了解菩萨啊修什么行，修六道万行安怎修啊？啊，而且最后才会当成就一切菩萨的功德，才会成佛。寒山大师就安讲。修行容易啊，无事难。不过名师总是寒，自作聪明空费力啊。蒙修隔练也多然。讲要出家修行是讲起来真容易，但是修行中要会当拄到迄个名师指导，好的老师师长该指导。那是上难，所以讲名师难定哈。不过名师总是限，若无名师指导啊，修几十冬都空空度过啦，拢修唔到去，限就是要得到好处。那假使唔肯虚心请教名师，家己自作聪明，讲我家己拢慢，我哪得过人教？自作聪明呢？一定会走错路，走火入魔，所以讲空费力啦，修行白费费力的啦。蒙修隔练也多然，蒙修隔练就是讲像青梅无看路乌白当，隔就是我青梅，家己想家己对，家己乌白修乌白，乌白阳光的，虽然啊阳光啊每日唔照唔困的，我是偏差。走火入魔，行错路了。就像一个青梅，虽然讲要去台北，只用力直直行，可是用力行到撞到狗仔来，啊，撞到电火条，半路就失败在地啊。楞严经安讲：若有佛事啊，欲做道场，善持比丘清净境界。要当选择介意清净者，第一沙门以为基础啊。讲一个人若要带动佛事道场修行啊，第一爱去修出家的比丘清净戒、比丘尼戒啊、沙弥戒，爱戒都修啊好。第二要紧爱选择迄落。戒行清净的，那乌白来，迄款都唔通算，
选迄、那个戒行清净有德行，遐做第一等的沙门。沙门就是出家人，沙门就是讲勤修戒定慧、熄灭贪嗔痴的出家人。啊，作为领导者啦，都拄啊讲主持啦、长老哈。六方礼经就安讲，福建得其善者长治，恶者万里治。我以善知识相随，自地成佛啦。佛祖安尼讲，讲恁这地主啊，你智爱用智慧、目睭、八合金看明，选择迄个真正有德行的善知识，安尼你就去。讲就是去亲近啊，跟随，顺从伊对伊恶啦。啊，那迄个歹的，人讲恶知识，就是相敌认识迄个恶朋友啦。就爱撇较远，啊，无你的同流合污的哦，互教歹念歹去。佛家己安讲，讲我无始劫以来，就是拢。含善知识吼，亲近名师善知识，相随就是听较紧条条亲近的，所以今仔日大会成佛啦。华严经安讲，菩萨因善知识啊，相令成长一切诶善根啊，譬如雪山成长油草。这个菩萨要修菩萨道啊，都爱亲近那善知识、好的名师啦，哈，指导，安尼就会当增长迄个善根。善根就是所修的德行。善根就是善的根本啦，德行的根本。亲近善知识会当增长德行，就像伫雪山呢，就会发起油草。先知识都像雪山咯，雪山呢，即回阮去印度，我去尼泊尔，尼泊尔拄啊，我见个喜马拉雅山，哦，规个拢落雪，伫分期顶看吼，啊，山脉连连拢白苍苍，嘿，所以即、这个，就是中国个西藏啦，迄样嘛拢出山，四川拢出山油草，迄拢伫喜马拉雅山下骹尼泊尔嘛呢。前一阿含经就安讲，众善成就啊，即得顺意，无有邪业，成就戒法，成就三昧，智慧解脱之见，即正报呀。啥物就是正报呢？咱讲皈依佛法正三宝，啥物就是出家人正报呢？啊，就是即只咧讲个名师啦，哈、啊，就是讲伊拢啊弃恶行善啦，众善奉行。善行拢修好，啊，佮积德积积，就是毋是虚假，实质内底毋是空壳个。啊，食正德，佮实实在在，啊，所做拢顺迄个佛法的意义。啊，无有邪业，心口意，拢无迄个邪业，拢正业。无做迄个三业啦。啊，成就戒法，戒行啊，食清净无破戒。啊，成就佮济。三昧就是坐禅定，啊，禅定一定发挥，了解佛理，佮参个开智慧，啊，自然来解脱低见，低见就是家己知影讲正到啥物境界，这就是，这款哦，就是精宝啦，啊，就是即下咧讲个善知识，哈，名师。善生诸经来讲。教会其信，生其戒行，生其道文，生其布施，生其智慧。处沙门五需要，即沙门就是出家人印度话翻译，就是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啥物就是沙门精宝呢？就是讲做名师有啥责任呢？第一，教信徒，使伊会当升起对佛法信心，皈依三宝。第二，会当甲受戒，使伊持戒，要做歹犯罪。第三，
啊，甲讲佛法，听属于道门佛法。第二呢，唔能顾家己，得阁去布施，啊，救苦救难，在施法施。过来就是爱修智慧，这就是做一个精宝名师的责任了，五件代志。六九也难讲，欲兴复于命，天命复于兴。拄仔咧讲主持，毋通加一个挂名。六九人讲，任何代志，宁可家己做较济，袂使干一个虚名。偏讲，人救济一万块，互人学到讲救济十万，迄就是遐名铺伫迄个行顶面，安尼迄是可取个啦。袂使名铺伫行，实行咱做报四十万，互人讲伊敢出一万，安尼袂要紧啊。大法古经就安尼讲，虽上千言啊，求名如度啊，不如一说去接离度。啊，讲一个出家人呐，虽然捌食济佛法吼，食到讲会上，就是讲会背到几千句、几千本，啊，但是爱贪爱迄个虚名，哪来哪得迄个名声？即款呢？啊，不如吼，捌无食济，敢捌一句，啊，会当写起迄个贪名的执着，无爱名就对了。安尼捌一句啊，比迄个捌一千句搁较济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返来台湾了，看到这个高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摆已经翻译125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逐间佛寺、逐间大学拢寄个寄念，安尼是在家居士，有需要在因都有寄互。到即马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下消费来加套。迄日啊，马来西亚一个林技师，搭来由戴振峰教授介绍，来加套100几本，讲伊伫马来西亚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放我全世界拢收会到。嘿，安遮若有一点仔受用啊，都拢应景送物咧卖，啊，搁救济急难。佫收几啊高字，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男众、女众，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立身。啊，我伫电视所讲的遮，因为出版电视讲演集九本，各位若有需要，煞敲电话来本市。安遮头前店就是镜头即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。那是清朝台湾知府蒋公子由南海普渡山请啦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拢得到一大个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普查新桥方式，供奉南海普渡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式数十年来推动福音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
尾巴号码空空四四八五八四，户名新超风师，电话0736312291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咱学佛就是要修慈悲心，也因为有慈悲心，所以咱不爱吃肉，要吃素食。当然有很多菩萨现在已经三顿都在吃素食，但是如果在吃素食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慈悲的动机这样在吃，那跟羊吃草一样意思嘛。所以我们在吃素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说，哎呀，当愿所有的生命都不要伤害，当愿我自己保持慈悲心，当愿我现在在吃素食的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受苦的乃至当在吃肉的。所以我们在吃素食也要保持一个佛法慈悲的动机，这样就变成功德。阿弥陀佛。好吃好买，四二一三八四八三，四二一三八四八三，号名中华好生协会。知道吗？佛诞节过完，接着就是母亲节了。佛诞日定于农历4月8日，是感恩佛陀诞生的日子。这天，佛教徒也会举办浴佛仪式，代表净化我们的身、口、意，因此也称作浴佛节。佛陀的爱如同母爱，将一切众生视为自己的孩子。而父母对我们的爱更是恩重难报，这天是最温暖的日子，不妨带着妈妈参与浴佛仪式与祈福哦。生命电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加分的成功人生，Come on。
生命